想讲什么？想讲生日快乐，耶！还想什么？来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要我们来请想想哦，来来许那个生日愿望哦，好不好？来，想想来许个愿吧。想想第一个愿望要什么？好，手手合起来许个愿。老师，说是歪歪。好，你想想看，你第一个愿望要什么？蜡笔。哦，小佳想要一盒蜡笔，还有呢？还有吗？第二个愿望。第二个愿望是什么？你快飞一点了。你要不要谢谢爸爸妈妈帮你准备这些好吃的饼干？好。好，那你说谢谢爸爸妈妈。哦，好。好，小强说谢谢他的爸爸妈妈，帮他准备这么多好吃的饼干跟同学们分享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小强四岁生日咯，要越来越棒，好不好？好，给大家跟他掌声鼓励鼓励。